小布，你的雪花泥画板做得好漂亮。我自己做的配色，爸爸说不一定要按照图片上的颜色来，我可以自己搭配颜色。还可以这样吗？我也想试试。你们在聊什么？我们在说我的小兔子雪花泥画板是我自己搭配的颜色，好看吗？真的是很特别，很好看呢。是呀，我也觉得好看，我回家也要做一个。我刚做好一个公主雪花泥画板，带来给你们看一下。啊，公主的好好看，比小动物的还要好看，对吧？我爸爸刚给我买的最新款。妈妈，小小太有最新款的公主雪花泥画板，你可以给我也买一个吗？当然可以了，妈妈觉得你做这个比玩手机更有意义。爸爸，我想要一个公主雪花泥画板，你可以给我买一个吗？没问题，反正没多少钱。谢谢爸爸。小小太，我们都有公主画板了，我想邀请你一起来玩，你愿意吗？真的吗？你能邀请我，我真的太开心了。